主料，鱼腹肉一片，番茄一个，辅料，盐一勺，醋两勺，糖两勺，调料粉一勺，生抽一勺，鱼肉切薄片，放料酒、生抽、盐、调料粉腌制入味，拌入适量淀粉抓匀，起锅放油，倒入鱼片炸熟，炸完后复炸一遍，炸好后沥油备用。番茄化十字在热水中烫两分钟，去皮切丁，锅中放油，倒入番茄煸炒，待番茄出水，加入一勺糖搅匀，粘锅边放两勺醋，倒入鱼片炒匀关火，配上米饭，开吃吧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